不凡，谈吐风雅，
回来。王少女，来，由那边老余生过来问话。知道。来，王少彩过来。太尉爷爷有话要问。啊，太尉爷爷有话问我啊？哎，请啊。老余生崔云明向太尉爷爷叩下，你有赞啊你！哎，余老秀才，你可认识方才十根之人？佢到底姓甚名谁？是否秋为市吧？太尉老大人啊，识才十根之人，老余生何止认识啊？我与佢朝同起，晚同睡，同台而食，同书而读。我虽然科科落第啫，但系佢对我啊，又若指其如白牙，啰嗦得很。佢姓甚名谁？快啲引上出来！老大人，请听啊！佢家住龙西嘅临江下，系出自先朝宰相家别字君如人少嘅沙下利益私财。张相啊，佢父是秋卫，京师伯在慈恩寺内暂栖家。若许才郎，佢悔天下，不再争门欠饭啊！斩过一马。为父我严惩半家，也只为文场取士，何不代我暗中关照，使你金榜论断，以后再谈婚嫁呢？殿下，相思为姐姐，屈嫁武将为妻，你独小个状元子婿，只怕爹你讲得出重道，把口齿痛。在外本六十四营，在京本三十四围，你又自夸口齿之利呢？还手要怪你立刻雪月礼部，明日放榜，凡天下宗室士子，佢要拜见太尉府堂，方准主算。遵命。好。人衰得楼台先得月啊，何愁小事盼得望门家？向阳花木遭逢春啊，此案理应文才啊，开天下啊！大英吧，咁就揚塵而去啦，好難怪嚇、啊。所謂貴人喜怒無常，老餘生見怪都不怪啦。何先生。
任啊！君儿啊，我三十年来贫穷失意，呢一科啊，相信我都有希望咯。哎呀，系啊，识才嗰位白发老官员，他是谁人啊？是哪一个？哦，他乃是当今嘅太尉爷爷喎，太尉爷爷咯喎，都能够同我讲翻三几句咧，我之后就不同升格。君儿，系咁，我恭祝你文星照明啊！多谢多谢。多谢Thank you.
明啊，明啊，明生啊，明也无妨啊，明也无妨啊，咁我问，好想明女啊，好啊，我原是龙啊。Oh, yeah.
君如啊，哎，你十遣为差，到底一见钟情，还是对差还傻呢？洛阳花也香也艳，我呢个龙身啊，也因而失而化。君如啊，原来你想做护花之人。咁你可知栽花之道啊？丈夫重节而关乎一生嘅事业，女子守贞操关乎一生嘅荣辱啊！所谓欠人一文钱，还债不完；输人一分债，还不痛快。若果你想得通嘅，就可以跨凤成龙；若果你想唔通嘅咧，我劝你都系临崖勒马啦。尹明兄啊！我已经想通想透噶啦，如果我想不通嘅，我点会选个娘媒去拜后他？君如啊，若果你想得通嘅，又何必去聘请娘媒呢？哎呀！方若十差人士无欺诈，你纵连根并低牙。哎呦，你莫负先机行东浪啊！我送盏花灯，你去怀阴下。喂，明兄啊，我又怕重门深锁。哎，佢回眸一笑几回头，哪有重门深锁之理呢？上前试试，试试看。当然啦。我包官佢矗立窗前龙岗山。
Thank you.
状元啦、啊！快在神前点香烛，我祝夫差似上啊！哎，夫差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三公，等阵你就知。十郎啊，香烛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希望你与我要向龙西伯拜，拜谢家姑恩重，赐我一位娇妻三花。好。相见，不知官家
了门，恕罪恕罪呀！你看庄月落一直嘅金榜轮圆，方恩圣宠，即叫唔关事。到时刘公仔上庙就图参军，太尉之言，要立即登程前往万岁之官朝圣驾。奇怪了，竟然有明登金榜，便要转对太尉回山啊！小作儿女私情，有此人来，请状元郎接管更衣。状元郎请。